怎么配件啊，萝卜？今日份点赞养猪计划。剪刀手啊，我怎么是一个？不贪，不要贪右键。啊！好的，好的。板子没踢，应该没浮板吧？直接他左键打他。啊，心机没控机，控一下吧，要不往角落里装了。直接左键把他带走。大船修的这么高啊，天灾炸了三楼二楼其中一台，把我的那个给占领了，提前跑路了，踹一脚机子。我这什么技能啊，我这个左边这个不是我昨天带的那个技能吧，是吗？把我幻象踩了，这边一个幻影都没有，全被踩了。可以针对一下下钩的人。他真了，他真没了，他有针。我这个技能是不是人类切机的那个技能啊？还是人类炸机加 QTE 的那个？是我昨天那个吗？我都不知道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是的，他们把我所有幻象全部都处理掉了。卡斯也不要让他看破，右键压迫一下。哎呦，这没扔到。二三四五，别让还好了，不要给他看到啊！这波
就是不给他看，不要给他看破。哎，其实算了，踢这台吧。流量两台，大满汉还有一台。还是一样，不要第一时间给他看破，打个视野，等技能。接着往后走。哎，我操！打中了，但是没用。先把火一杀了吧。之前那个节奏点我已经不知道在哪了，要减员了。幻影被他踩了，他踩我幻影，他机子开不了的啊。除非他合修，我还有两个天灾。这才炸天灾了，打不到就用右键打他，这波拼图夫怎么样？还可以，机动性还行。哎，
嗯，这人呢？记忆。会削吗？这不一定吧，这个就不知道喽。主要这屠夫比较看操作，我觉得有操作还能玩一下这屠夫，没操作的话确实玩起来挺坐牢的。你要知道你什么时候去用他的右键是最好最合理的。双，没开盘。